我们一起问候苏真豪、苏罗瑶、马嘉柔。请大家起立，恭敬合掌。恭请圣尊宣法王座。请师母众位上师上座，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。那么呢，下一周就是我们西雅图雷藏寺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法会。好，现在从世界各地的寺中弟子都陆续的赶来。那么呢，我们还是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，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，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如果你们是团队的话，请一起站起来，一个代表讲话哈。龙边，请龙边站起来自我介绍的麦克风请传出来。师尊师母、各位上师、法师、同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法洲堂，很高兴来到西雅图雷藏寺，谢谢，欢迎您。师尊师母、各位上师、法师、同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法洲堂的先例，谢谢，欢迎您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，弟子们都是来自马来西亚佛罗教育岛德光同修会，欢迎你们。讲师，师尊师母、上师法师，各位同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巴西真谛雷藏寺的同门，欢迎你们。师尊、上师法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挂山雷藏寺莲花伟琪啊，第一次到美国来，然后就来西雅图雷藏寺，欢迎您，谢谢。师尊师母、各位上师法师，大家好。我们是来自英国真言雷藏寺的，哦，欢迎你们。还有要自我介绍的，请站起来哦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上师各位同门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丽红。好，欢迎您。师尊师母、上师法师晚安。我是代表太平庙雷藏寺来的。来自哪里？太平庙云林藏寺，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不是台湾的。好，欢迎你们。好，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请快快站起来哟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各位上师、法师大家好，我是莲花天父，来自新加坡。好，新加坡的，欢迎您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上师好。我是莲花美儿，来自马来西亚沙巴莲湖雷藏寺，第一次来到西雅图，感恩师尊，欢迎你们。龙边还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就传到虎边哦。哦，还有哇，那站起来啊。我是从新加坡来的马嘎沙，
婆两个人从新疆，新疆来的，哇，印尼，印尼西江，西江，嗯，哦，印尼的，好，欢迎你们。还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传到湖边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上师、法师，大家同门好。我们是来自，我是莲花天心，莲花静勇，我们是来自纽西兰宝生同修会，欢迎你们，谢谢。还有要站起来自我介绍的吗？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各位上师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同门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来自台湾广喜雷藏寺的莲花慧琳。我们已经来一个礼拜了，跟着堂主还有几位同门，总共六个人。第一次来朝圣，非常高兴，谢谢。欢迎你们，请站起来。大家站起来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各位上师好，然后我们各位的同门好，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墨尔本，非常开心可以到这里。好，欢迎你们。还有吗？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请站起来哦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请大家尽量啊，要介绍的话请站起来。好，这边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各位上师、法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香港的。好，欢迎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请站出来，请站出来。哦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我哋系嚟自英国真言女壮子嘅同门。哦，英国。我哋系第一次嚟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啊，真的很热闹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来参加同修。